你個艇好，咁樣想問下咧，今朝早咧，其實咧示威者有做過啲咩行動咧，令到咧警察咧要喺即係有一啲清場啊，甚至即係出動？我喺場地入邊啊，所以我冇呢個資訊啊，所以你可以啊問翻警方好嗎？但其實你點樣評論佢哋依家咁樣嘅行為咧？即係其實可能示威者都係只係留守啊咁，但係會唔會就係基於即係依家因為清一回歸嘅安排，咁所以就變？我相信就表達言論自由，大家都是有自己的權利的，但是正如經常說，在表達言論自由的時候呢，都要顧及他人的權利和自由的，那是有一個和平啊，大家是包容互相尊重的方法，對大家表達言論自由是最好的，好吧？我會寫了多少警力啊？今天出了多少警力去做這個典禮啊？是不是反應過大呢？警方太多人了。